现在是芒果季，森莉娜收到朋友好心送来的水果，开心打开后下场根本悲剧。二日她在网上发文说，打开朋友寄来的芒果，结果里面有一只动也不动的老鼠，吓得马上打给妹妹跟朋友请求支援。但这时候老鼠先生突然醒来，一瞬间冲进她的衣帽间，让她惊慌失措。奥文中写到，不怕老鼠的朋友进去，大概奋战了快一个小时，每分每秒都很难熬。我先去做好起家的打算，加了一个尴尬的礼貌微笑贴图。不过他说最后终于成功活捉他，然后把他放生到公园。我也只能说这只去过大明星家的老鼠也太闹了。但 Selina 也真的要赶快找一个可以保护自己的人啊。